是不是洋洋得意在分享？胡说八道，真的很多时候。然后第二人说，你必须得用头撞墙。我跟你说，成功的秘诀就是撞墙，然后导致一群人去撞墙，最后都撞成了脑瘫，对吧？第三个是，你得原地跑，动起来，动起来呀，动起来，忙起来，动起来。然后大家就疯狂跑。第四个人得倒立，前三个人都胡说八道。我告诉你，成功的秘诀就是倒立。然后所有人就选择去倒立。你说有没有可能这种情况？很多时候都是这个样子的。大家真的去看人类历史，偶然在很多时候甚至比必然的作用还要更大一些。这才是人类历史。你读，真的，你去读很多书，特别多的都是偶然的作用，千万不敢把它当成经验去分享。我的天哪，一旦分享就是胡说八道啊！所以书要读的多一些，书读的少了你就容易信，书读的多了反而充满怀疑。我给大家讲过吧，应该是罗素的一句话，说这个时代的不幸就在于很多智者充满怀疑，但是很多傻子坚定不移。我就是那个傻子，我经常就坚定不移的，对吧？在这胡说八道，瓜。啊，吃瓜吃瓜吃瓜，卖瓜呢卖瓜呢。卖瓜。啊？只有三千本了。然后屏幕前如果有出版行业的朋友，对不起啊，因为我昨天听到一个人批评我，董宇辉带了一些不怎么好的书，而且因为巨大的资本的炒作。啊，才让董宇辉火了起来。董宇辉仗着这个机会推荐了一些特别低级的书，导致这些低级的书现在销量特别高，冲击了原本的作家排行榜啊，导致现在出版行业这个鱼龙混杂。这是我昨天收到一条私信，对不起对不起，因为学生学识浅薄啊，我只能讲这些。还有一个，你比如像中国哲学史研、尼采等等那些稍微深一点的读书，不适合在直播间里给所有人介绍。 OK，不适合啊，但是我无意啊，我无意，我那苏东坡传卖了30万本，那我也说它里头有错呀，对吧？有错就是有错，有错出版社给你发短信，你自己去改。第二个，你如果觉得不爽，你去退也行。对，额尔古纳和幽暗，对吧？很多人说那书太简单了，你卖30万本，那挺好的，你知道大部分人不读书的好吗？对对对，对不起对不起。还有朋友问怎么充10亿？哎呀，你充啥10亿？你听话行不行？你充10亿，别充，不敢充啊。我刚才讲啥导演？我在卖瓜呢，哈密瓜。还有这个轩子东南活的午餐肉，是不是还有呢？有。还有多少单？还有补了3000单。补了3000单，这个我特别爱。嗯，云南的产品。牛奶啊，前4号链接都是。前四号链接，你知道我对云南是真的内心充满了喜爱的，就是我觉得它很浪漫，它把花做成饼去吃，它把肉抹上盐挂在山洞里等几年再吃。对吧？他把米线不是直接煮好，他是煮好汤之后让你自己再下进去，他充满了那种仪式感、等待感，所以我觉得这里很浪漫。喜欢朋友自己去拍啊！我卖瓜呢，卖瓜呢，我知道自己卖啥。朋友说你又不知道你卖啥，我卖瓜呢，瓜，哈密瓜，还有云南轩子农活的午餐肉，还有平凡的世界，那需要朋友自己去拍。对，我刚才讲啥？我在刚讲就是。千万不要把自己太当回事儿，不要把自己的成功经验给别人胡乱分享，真不一定对。但有一件事情是对的，就是我刚所说的守正出奇。正是什么？是正确的初心，是正确的思路，是正确的成长方式，对吧？比如说与有智慧的人去交谈，多读书，然后丰富自己的头脑，建立健全的三观体系。然后呢，与人和善一些，广交善友，广结善缘，对不对？然后呢，做利他之事，怀利他之心，做利他之事，结果自然不会差。你要知道，人类历史能够从智人走到今天，很多时候是需要通力合作，一起克服困难的。所以，你做的事情
不会伤害别人利益的时候，你的事儿大概率就没有人阻碍，你是不是就成功可能性大一些的？这第一个。第二个，如果你做的事情还能对别人有好的时候，是不是获得大多数人的支持？那你想，古代你在以前茹毛饮血的时候，你一个人能追上兔子吗？你一个人能追上一坨鹿吗？不行，那一群人合作呀。所以人类的巨大的成就往往都是合作体现的。那你能利他的时候，你是不是就能利己的？对吧？这是不是正我们所说的正，对吧？其实是不是交给机会，交给命运，交给行业，命里有就没有就算了，没有算了你也不为难，对吧？你至少做了一个善良的好人，多存在一些好人，这个社会不就变好了吗？然后我刚提到的，就是昨天晚上我在回来的车上看了很多前一天孩子们给我发的消息，我才意识到很多孩子的这个考试其实考得很好，但是我不想过多的去讲那些人的好，我更多的还是关注那些考得不如意的人。因为大家讲的，你们知道今年全国高考人数应该破新高的吧，去年是1078万，前年是1071万，我不知道今年是多少，应该比这个数字要更高，因为这个婴儿潮当年出生的数字还在往上涨。1000多万里头，清华和北大，我每年班里都有孩子考上，但是你要知道这两个学校加起来一年能录多少人，两个学校大一的孩子加起来一定会小于这个数字，对吧？但你知道这里头很多孩子是考试前就已经是清华北大的吧，因为他有很多的其他的这个竞赛嘛，对吧？或者其他的一些特殊的这个录取，但那个是正常的，大家应该都知道。然后呢，那你想真正考进去人有多少？然后呢，我们再说，比如说大家知道全国的985学校，985，1998年5月才那个政策，一共全国39所，39所一个学校你按5000人去录取，一个学校一年录5000人，一个年级，很夸张了吧，对吧，导演？你把这算下来大概是18万人，然后基数是1000多万啊，我给你按1000万算。这儿给你按20万算，这就意味着每100个人里头才有2个人。所以你发现，你过多的去讲成功者们的故事固然是好的，在激励别人，但是你千万不要过大的放大他们原本的幸运。因为你在过度炫耀自己的运气的时候，其实就跟炫耀自己的手表、衣服、汽车和豪宅一样的无知和浅薄，因为你会因此造成更多人的痛苦。很多时候成功都是非常多的偶然因素的叠加，即使把这些偶然因素叠加在一起再来一遍，你都可能成功不了。坦诚来说，你说董宇辉还按照现在这样胡说八道去6月9号再讲一次，会不会火？真不一定，这纯粹都是偶然，对吧？但是大家更愿意相信这是资本炒作的结果。我在想，哪个资本为啥愿意先亏上6个月再炒作呢？啊，资本脑子也挺笨的。你看这是不是放大了，对吧？大家现在觉得哇，这一本的学生全国各地都是，你把全国一本学校加起来100万撑死了学生吧，底数是1000万，这是不是1/10？10个里头才有1个人考上，我天，这不幸运吗？这不是得天独厚，这不需要替天行道吗？对吧？这不需要把自己的个人兴趣与社会使命结合起来吗？太需要了。见众生啊，把别人的生活和苦难看在眼里很重要，千万不能过度的去给人胡说八道，也不能过度的去炫耀自己的很多东西。其实炫耀自己的财富和炫耀自己的运气一样的无知。卖货，对不起，卖货。这个瓜，喜欢朋友自己去拍啊，瓜。红和黄什么区别？咱有啥红和黄的区别？我看朋友问红和黄的区别。平凡的世界，咱有2种版本吗？书应该是一样的吧？是一个内封一个外封啊，一个内封一个外封，就是一套书，对吧？对，只不过是外面封的皮儿和里头这个皮儿的颜色是吧？包装上的区别是吧？对。啊，是红色的，外封是白的。那咱这个样书应该不对，你看内封也是白的，外封也是白的，但内容一样就行了，书的内容都一样，它只不过是皮儿不一样，这个无所谓啊。如果皮儿都一样，纸张印刷质量准确度都一样的话，那你就哪个便宜买哪个了。但是我注意我说的前提是印刷的质量、内容的准确度、纸张的质量都一样的情况下，都一样情况下怎么可能还有价格差异呢？出版行业非常透明，出版行业可以说是人类，我不能用最古老的职业，因为人类最古老的行业不是出版业，也非常古老的行业之一了，它是极其透明的一个行业，分工极其明确的一个行业，出版不存在暴利。
而且出版行业其实之前是不挣钱的，最近我们直播间卖出去很多书，你知道我们把有的书一卖卖30万本，可能作者真的就能挣一些钱了。你得让这些知识分子挣钱，因为如果知识分子挣钱了，有的时候就会引导出一些价值观。坦诚来说，我们不过大的夸大，不过分夸大，但是你也不能就忽略它本身的作用。如果说这认真去讲故事写了一本好书温暖人心的人他挣了钱，那其他的人就会教导自己的孩子去学这个，那是不是就有更多孩子愿意做这件事情，对吧？比如他自己做了多年的研究，他把自己研究的成果写了一本书，然后他因此挣了钱，那是不是就有更多人去学着做那个，这是挺好的，对吧？因为有的时候这就是价值观的一种风向呀，而不是我们教大孩子那胡说八道，然后特别夸张的那种视觉冲击，做一些特别简单的低俗的东西，他也挣钱了，那时候孩子都学那些去了。瓜库存不多了，我们自己去拍。瓜库存不多了，我再吃一个。这个瓜很甜。来，喜欢朋友自己拍啊。朋友说不要搞了，搞啥十亿大工程？能把那个关了不？咱现在才20万人，充10亿，你让每个人点多少下？一中午疯了。啊？能关早都关了是吧？抖音官方，你能不能联系我们，把我们直播间的点赞功能取消了？要赞要赞干啥？说又不听，一说还叛逆，越叛逆越激动。你就中午吃饭那一会儿休息时间，你放松放松，对吧？绝对有道理，你听一会儿，有需要你买一个。实在不行，哪怕你躺一会儿去看本书呢。哎，这两天有很多朋友跟我说的，买的《额尔古纳河》看完了，我也看完了，《苏东坡传》看完了，看完了什么感受？特别想去。你看这，哪怕有这一些感受也是好的。哪怕有这些感受也是好的。哎，那本书还有没？今天有，给大家放在有就上。放在2号链接，很多朋友把那本书已经看完了，那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基本矛盾系列文学，矛盾文学系列都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洗衣凝珠啊，又拿了个餐盘子在这展示。你们这个随后还装菜吗？不，这个是他专用的。对，谁专用的？就这个洗衣凝珠专用。你确定在接下来我不会看到拿它去装菜给别人吃的啊？从前天开始就用这个，就一直是他专用的。胡说，前天是用那个杯子泡的，我还吃了银耳。你吃完之后。所以我吃完之后。所以有时候看牺牲我一个人也是对的，通过牺牲一个人唤醒了你们对这件事情的重视。我以我血见轩辕啊。哎，这句话是谁写的？导演，我以我血见轩辕。选择题，第一个李大钊，第二个谭嗣同，第三个梁启超。错了，鲁迅写的。你看你不读书都不知道我骗你，没有正确答案。没有正确答案，你选，你能选对就怪了。这个是要我在放里头展示是吧？嗯。为啥要展示这？这谁不知道它是放在水里头的？不是，外面那个包装可以自己融化，就不用把它剪开。除了石明，还有谁不知道这个包装袋扔进去自己会化？教石明一下吧。就关键他不在呀，你等他在了，你让他扔啊。对，这个扔进去你。洗衣机不用剪破啊，直接扔进去，它水晃一下自己就开了。它外表的这个皮儿是水溶性的。除了洗干净，还有一个作用叫做除菌抑菌 ，OK，remove the bacteria, all the germs。孩子说：“董老师从来不给正确答案。”我更多时候是其实是鼓励思考的。坦诚来说，我特别害怕我给你的答案是错的。以前在刚教书那会儿，我特别激动，我恨不得把所有问题都立刻回答上，真的。那会儿读书读的少，啥都觉得对。但后来书读的越多，我越发现我不敢回答了。我给大家举过很多的例子，比如说
人类到底多少年了？一开始专家是500万年，早期，后来专家说600万年，但是现在新的考察出来之后，现在大家都同意是700万年前在东非与黑猩猩分开，对吧？然后智人是什么时候走？之前有说过9万年的，后来说过15万年的，现在最新的数字是25万年的，对吧？人类是靠什么消灭的智人？有的人说是因为智在人类简史中提到的是智人是我们发明的语言，所以我们通过语言合作，我们是能够说过完整的句子的啊。尼安德特人只能说单个的单词。又有学者提出了是因为尼安德特人本身他们基因里头，这个叫就是男性基因就叫那个什么叫睾酮素还是什么，那个含量太高了，所以他们好斗，而且他们分散，在遇见了地球低温期的时候，不善于合作的他们无法捕获大量猎物，因此造成了近亲结婚，最后给饿死了。那现在还有人说是因为人类30000年前驯化了狗呢，就是原因可能是讲很多种的，没有办法做到一定的正确，所以我只能把所有的可能性都告诉你，听完之后你发现不满意，然后你继续去探索，你于是得出了第四第五种结论，这不就是人类的进步吗？就是我们始终对于那些重要的问题不断地提出新的答案。你说人生为什么要活？小的时候在农村，你说那时候你问我为什么要学习，我要挣钱，我要上学，上学干嘛呢？我要找工作，找工作干嘛呢？挣钱，挣钱干啥呢？娶翠花，娶翠花干嘛呢？生孩子，生孩子干嘛呢？上学，上学要干嘛呢？找工作，找工作干嘛呢？挣钱，挣钱呢？娶小翠花，娶小翠花，那就是我小时候你问我的问题啊。大家听过一个很像的段子，对吧？你去问那些养牛的人，为什么要养牛？卖钱啊，卖钱干啥？娶媳妇儿，娶媳妇儿呢？生孩子，生孩子呢？生孩子养牛吗？就是你一开始在知识少的时候，你对于很多问题的认识是肤浅，并且可能是单调的，对不对？真的是这个样子的。但是你后来如果到了，比如说我初高中的时候，到大学的时候，你再问我这个问题，那时候我可能就想着我要去做很多的贡献，我要引领一些我要解决一些社会现象，我要解决一些社会问题，因为所有的公司的存在或者所有个人存在的本质最大的价值其实是解决一些社会问题，对吧？你发现每个公司它都在解决社会问题，比如我们在解决农业的问题，尝试，对吧？那社交软件它是解决了陌生人之间的或者熟人之间联系的问题，那出行解决了大家出行不便的问题，它一定都在解决社会问题，存在都有价值，都合理，对吧？存在即合理，谁说的？导演，我给你又出选择题 ，A. 尼采 ，B. 叔本华 ，C. 维特根斯坦。错了，没有正确答案。存在即合理，你高中政治课上学过？学过，但是不知道谁。还萨特？啥萨特？还是在跟人胡说八道？萨特啊！我给。还尼采大真在这胡说八道，存在即合理谁说的？查到了吗？查到了。谁？黑格尔说的。大家还听过一句经典的话，叫自由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自由是想不干什么就不干什么。听过这句话没？导演听过这句话没？自由不是你想干啥就干啥。哦，想今天的捣乱就捣乱，想胡说八道就胡说八道，想伤害谁就伤害谁，自由是你想不干什么就不干什么。那天晚上你可以拒绝不喝那一杯酒，你今天可以拒绝回答你的问题。谁？康德。所以我再给你补了一句话，这两句话都是康德说的。第一个，存在即合理是康德说的，第二个，郭敬明说的。我康德说的第一个存在即合理，第二个康德还说过一句话，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自由不是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自由是你想不干什么就不干什么，所以拒绝才是自由，我想拒绝就拒绝。当然康德更经典的是有两件事情我越是长久凝视，我内心就越是崇高，第一个是头顶的星空，第二是内心的道德律。他就是强调教育的作用，就是约束每个人内心，对吧？通过教育你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聪明的，然后有力量的人啊。不是，大家别胡说了，康德啊，康德不是萨特啊，你别胡说。但是很多人最近说啊，很多人最近说在东方甄选直播间听了多了之后，他的输入法的几个关键词原本是这个什么，原本是姐妹，这是一个朋友给我的评论说原本他输入法好像就是啥
姐妹开黑，还有一个叫啥来，最近有个啥流行词，我会谢还是啥，是有这样词吗？我会谢谢你，还是我会谢啥，会谢啥，反正大概就这几个词。说他之前的输入的特别高的就是这几个词，然后最近他这个输入法里头高频几个词，第一个是尼安德特人，第一个是尼安德特人，第二个是萨特，第三个是尼第二是这个康德啊，第三个是尼采，笑死了，挺好的。你既然都提到这些人名字，你把这些名字书都看一看，行吧？康德的书可能你看不太懂，确实挺无趣的。康德的哲学，经典哲学已经研究到极致了都，但是非常值得看。我们给大家找一找康德吧，导演。好，直播间里现在有24万人，我相信其中总有那么10000人是适合看康德的。坦诚来说，哲学书不适合所有人看啊，因为有的时候你看它，其实你看不太懂，反而你觉得浪费你钱了。而且，有的时候人生有的人已经非常清醒了，他越看那些书就会越清醒，什么都想明白了，可能。什么都想明白，你人生就没意思。你像我，对吧？就是个傻子，每天在俗世中挣扎痛苦，所以我人生有意思。屏幕前有的朋友，可能他的人生经历比我要多很多，尤其是很多老人，他非常有智慧的。这时候他在看那些书，可能越看他越觉得想得太通了，千万不能看得太透，也不能想得太通，对吧？你把人看得太透之后，你常常会得到的是失望，啊，你把事情看得太透之后，你往往会觉得这事情本身不值得做。难得糊涂，人生真的是难得糊涂。朋友说这个要顿顿是吧？顿顿马上就来了，怎么了？加个会员是吧？丹丹姐的任务啊，来，等一下，等一下。别充10亿了，你睡觉去，充10亿。哎，朋友说存在即合理是黑格尔说的，忘了哈。我说给你检测一下，我那可能我记错了吧？我记成康德，我说给你看一下，我晚上给你纠正啊。来看这儿啊，点击屏幕中间加入东方甄选的抖音会员体系，这里头是有券的啊。然后我们自己的券是能够买我们自己的产品的，比如我们的橄榄油，对吧？到了夏天你是不是要拌菜啊？哎，把橄榄油很方便。我们是不给大家找了这个玉米啊，对吧？你上班上学很着急，很需要一个方便的食物，迅速的有饱腹感，而且还没有特别大的负担就可以。然后呢，朋友说反了，我这没反呀，啥意思？刚才反，现在正了啊。来，还有一个，我们还给大家做了很多的那个烤肠啊，还有大米啊、蓝莓原浆啊这些。蓝莓原浆今天还有没？没了。鸡蛋呢？有。鸡蛋上快。鸡蛋在二号链接。加进来之后，二号链接是我们自己做的，是那个高 DHA 那个鸡蛋吗？对。对对对，那个大家需要自己去拍啊。还有最后1000单啊。还有最后1000单。存在即合理是黑格尔是吧？那就是我说错了啊。来，黑格尔有一句非常经典的话，叫人类从历史中总结的唯一教训，就是人类不会从历史中总结任何教训啊。哲学法原理 OK， 对不起，那我说错了，对不起，有朋友在纠正我的。DHA 鸡蛋在二号链接，每天只有多少单，导演？2000单。现在还有2000单是吧？不是，每天只有2000单，现在还有1000。现在只剩1000单了。OK， 顿顿已经来了，在旁边等我呢。我在这说废话，我影响他了啊？没有，你快想说什么说什么。OK， 对不起，我那有朋友在纠正了，说那个黑格尔说的，那就不是我记错，我记成康德，那就是黑格尔说的啊。纠正一下，对。多说一会儿。来，继续。高 DHA 的鸡蛋，家里有学生的或者青春期的孩子的，可以给他吃这种鸡蛋。其实成年人我觉得没有太大必要了，已经。因为你要知道 DHA 的作用的话。我跟你说，成年人吃的没有他的，家里有孩子可以吃。然后呢，咱那个普通的那个鸡蛋最近还有吗？就是无抗的那个鸡蛋。没有。那个没有了是吧？对，只有 DHA。只有 DHA， 不是萨特，你胡说，哪有萨特说那么多话？
萨特是存在主义，那怎么可能是存在主义呢？那是存在主义的句子吗？一听就不是。第一个，我纠正一下，刚才第一个存在即合理是黑格尔是吧？然后第二个康德说的那几句话，第一个康德说几句话真的非常经典，说自由不是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自由是你想不干什么就不干什么，对吧？还有一个康德说，这个有两件事情，我越是长久的凝视，越是内心产生崇高感。第一是头顶的星空，第二是内心的道德律。啊，康德是非常重视教育的作用的。改天给大家找一找，如果你喜欢，我们给大家找一找康德的书，还是我觉得挺值得读的。尤其像我这种傻子，更需要读了。但如果你平常生活中已经想得很明白，你一个极其有智慧的人，其实那种书反而不一定适合你的。把什么都看得太透就不好了。什么都太透，你就容易，对吧？你就变成萨特了，你觉得啥都没意思啊，彻底的悲观主义，你就变成叔本华了都啊。朋友说爱谁说的就谁说的，只要有道理就行。这个朋友其实很有智慧，他才是有智慧的人，是吧？管谁说的呢？只要这话有意思就行了，就只要有道理行，我听懂就行了啊，就是只要这个鸡蛋好吃就行了，管是哪个鸡下的呢？我有必要了解哪个鸡下的这个蛋吗？没有必要，其实，对吧？只要我们今天给大家找那些油品质好、价格低就行了。管是哪个玉米上抠出来的呢？鸡蛋还有四百单。你看，真的，我觉得我们的这个智慧还是在评论区里啊。晚上唱歌吧，行不行？晚上唱歌吧。你们的顿顿都来了，不要让你们的顿顿等太久。Okay? 我可以等，我愿意等。鸡蛋，让在底下等着吧。欢迎顿顿，欢迎。就是说不想上班被看出来了。